就很棒。好了，不跟你们多逼逼了，今天的聊天环节已结束。我想一下我玩什么啊。啊，小小梦魇还可以拉小女孩的手。我还没有牵过小女孩的手。这怎么走啊，兄弟们？没想到卡关来得这么快，这我这智商会不会今天晚上会。